好，今天呢，新媒体的主题是在聊小帮手。小帮手，你觉得今天小帮手表现如何？一定要关起房门聊就对了，完全说真话哦。如果不 OK 了，我们会自己真的剪掉，不用担心。还要挟我们？我们不会讲谎话。对啊。其实他虽然来的时候很慌，因为他不知道要干嘛。对。那我有跟他讲，我说我们也很慌。对，我们比较慌，我们也很慌。然后他就一直问我说我要做什么，因为其实我跟他比较熟。嗯。然后我们是同年代，他比我年轻一点。嗯。然后就是说，可是他很主动去做很多事情。对。他感觉很上手，这是我很意外的事情。嗯，因为他是玉女歌手嘛，因为感觉应该正常，我的想象是他可能不会洗碗，然后也不会做家事，可能更不会解释有什么餐点，但今天是完全相反的。对，想说平常这一些，他应该是不食人间烟火的，就像他可能就是很会洗碗啊，我看起来会洗碗，然后看起来会做事啊，然后感觉应该正常什么都会，但他没有。就是有点反差感。OK， 慧仁姐是反差感，顺便表达。但我说的是事实，你不叫我讲事实吗？对对对，接受吗？我可能真的一定要讲个小缺点，小缺点，好吧？太白了。哦，不是吗？太透明了。哦，对对对，讨厌。可是你们不觉得他还是真的有点老了吗？哇塞，他还是真的有点老了吗？哇塞，拍他。不是我们讲的，拍他。老实说，跟康哥讲一样，我看到是苏慧伦的时候，我想啊，他来当工作，他来当小帮手，因为小帮手是有时候可能需要被我们使唤来使唤去，所以今天老实说我不太敢，因为真的是前辈中的就是偶像，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会唱他，我多孝顺他。对，然后不是这种的，不是这种，是孝顺跟他唱歌，真的是不太好意思说，我们是听他歌长大的。对，我就是不要说这一句。但是有感受到，就是他真的很好 Q， 然后很愿意为每一个地方伸出他的手。而且他现场唱的时候，想说哇塞。跟我们小时候听那个 CD 或者录音带里面的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你很夸张哎！有，你不觉得他声音很干净吗？我就觉得哇塞，他进录音室还是有咪啦。你干嘛啦？没有，我乱讲。奇怪，我乱讲。好，但是我今天要揭晓我们真正的主题，干嘛？是苏慧伦唱歌大赛。苏慧伦歌唱大赛。对。苏。谁先？我可以零分吗？不直接弃权。你跟他合唱哎。不是每一个人哦，都有每一个人的曲风。你可以把它唱成你的曲风吗？对啊，我要听。啊哈，黄色的月亮是我甜蜜的故乡。啊哈。黄色的月亮下，我没有什么事好悲伤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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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到现在还会听这首歌，我喜欢这首。是一人一个字。对，我一直你完蛋哎。啊哈，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什么都愿意。哒哒哒哒哒哒。我自己。哒哒哒。让我爱你。不准你在孩子气寂寞的鸭子。对，我可以不要你。哇，你好强，你歌词怎么都记得起来啊？拜托，听他歌长大的哎。啊，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什么都依你，却看清我自己。虽然我爱你，不许你在孩子气寂寞的鸭子。也可以不要你啊哈，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什么都依你，却看清我自己。虽然我爱你，不许你再爱自己寂寞的鸭子，也可以不要你。好。啊哈，去吧，
没什么了不起，什么都与你、什么都与你，与你依你啦，依你啊，什么什么都，等下要重合，要重合，啊哈，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啊，什么与你，什么都与你，什么都与你，什么看清看清我自己。我爱你，爸爸爸爸。到底芋泥还红豆了？到底芋泥还红豆了？这什么歌？对 ，Isolation。这什么歌啊 ？Lemon Tree 啊。一个人孤单单的。哈哈哈！干嘛？你那反应你也太……你是看到鬼哦？灵异节目。哪天下午，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，但不觉得没。哇塞，声音很有印象哎，吓我一跳，太镇定了吧？等一下，姚浩吗？姚浩，什么叫做录音室有咪？谁对？拿一个不咪，你告诉我。对吗？所以我说你在假。他没有咪。每一个歌手，我跟你讲，连那个不太会唱歌的李玖哲都有咪了，你说不要这样子讲人家。你去录音室唱。我要电，我不是咪，我还要电。对。你要被 tun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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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每一个都准吧？对。我在。所以我们现在都开 auto tune 在唱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很糗哎。没有啊，没有很糗啊。不是这个。而且我刚刚不是知道的歌真的很少，然后没关系，不是今天浩哥还说那个说什么你是唱跳歌手，我真心相信他乱说啊，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。他说他说你有跳啊，你有跳，我说没，你确定没有？没有没有，他疯了，你是看不到的，压力大了吧？不是，但是我觉得要教他唱 Lemon Tree 实在有点。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，我喜欢呢。当风吹的每棵树都抖抖。对对对对。因为看不见。你是在学伍佰唱 Lemon Tree？ 乱讲，我们这个不是伍佰，他那个是李宗盛。哎，伍佰是。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。好赖哦。好笑。好烦哦。不然你唱 Lemon Tree， 哎，老板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对对，你唱那个。然后我今天有一首歌我想唱的，什么？还有一首也很红的，老了，真的真的，对对，鸭子唱。啊啊去！哇塞！你要唱那首？炎亚纶，对，苏慧伦过敏。死鸭子嘴硬，看到没？你要唱你的版本哦，你的曲风哦。来了，我看看。怎么有这考验呢？这是什么鬼啊？舞蹈对不对？我刚刚想说在犹豫什么，应该是看不到。你们这样我父子哦。爸，把这一段啦。